那那差点不都整到那儿？那偷人家，偷人家不是不买？咋回事啊？就是大家都是你，我自己回来了。咋弄了？吵架了。你背着嘞？回家了。他赔钱了，包括说是。累啥东西都可以认，关键他卖我卖，我也一大堆事，他卖的时候我直播状态不好，没事儿，先开点呗，他卖了你，他压力估计也可大。这别紧了，那行了，弄弄这一会儿也怪不容易了。对呀，你这生气了，算了，都这一会儿。是他卖我好不好？听说卖你吗？这样你这都说啥都承认，他说那点货都是因为我自己压的脚，我自己想法的。那吵起来。那他都不管了，他说不管了，你自己买吧，什么什么什么。别问了，别问了，一会儿又吵起来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带你吃饭了。可能走不下。他衣服拉乱了。不是，我真的，我昨天想什么都不干了，然后我也跟俺妈说了，但是俺妈也劝劝嘛，然后回家亲娘了，这次所有人都知道我吵架，你能用啥？熬猪，跟俺路说，俺路跟俺娘说，我的亲娘俺娘跟俺奶说，然后都在劝我，我觉得哎，可丢人。其实我也想回家挣的。你帮你搬回去，我说给他搬，你要不走不了。走吧，搬回去。哎，我话谁都会说，这会儿我回来都吵。啊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俺妹联系我的时候，她说我回来了，咱一块去吃饭吧。然后我心里想，哎。哎呀，不中抱不中，都得把你抽了，直接给你录上去。是谁先埋怨谁的呗？我直播他有点不太好。你在我看，咱就调监控，你说啥？你说啥？我一边改库存，我一边还得看单，我还得回复。你别给我鞠躬。是啊，我还想着，我猪。我觉得是不是都是在乎我衣服？还跟他吵架呢，我说我快笑死了。这昨天就是说把他的破拖鞋也收拾走了，还有那个破护毛巾是人家老太留到这儿。啊，停停停！人家老太留到这儿的护毛巾，我一看也给我拆的了。回家擦脸用啊！啊是。啊猪，你收拾完了，你人咋还搁这儿啊？你昨天咋没走啊？我收拾干啥？我拖鞋不都收拾走了？我有多少弄回去？去给你吃海鲜抱下来。哎呦，其实啊，那我说叫我哥回来给我邮点海鲜呢。啊，你说啥？昨天我说不干了，猪给点可烦嘛，然后我给楼爹收拾东西，楼听见猪给点，哎呀，他肯定觉得自己刚进入工作状态啥，然后你愿意走不愿意走？他就是往哪里站也不走嘛。我说走吧，回去我该给你工资，给你1万块钱中吧。不是你，我看不上恁俩的人吗？你说我把你包啥钱给你？那也是跟自己开销回家了。到时候还想着1万块钱呗。老朱刚，你包你衣服说啥？说烦死了，我衣服还得重新整，要我都不想整，我给你200块钱中不中？说中。哎，那俺俩吵架，猪得理。转告主，说到做到。阿主那嘴你看看，我说我给阿主想了个赚钱的方法，天天挑拨恁俩。阿主赚的盆满钵满。阿主要不跟我嘴就算了，还去安慰他陈阳姐，给陈阳发人唱一段话。对。因为啥？因为阿主是支持真理，没有那么便宜。你觉得我那天很过分吗？咱俩别吵了，一会儿有一直一直追出来了。啊？别斗嘴。走走，吃饭吧。哎呦，我猪肉，我靠，这200块钱该收了。哥，吃这准备干活去。哎呀，我看见我这一嘴烟，我头疼。看我猪的。我看见我猪这一嘴烟，我刚刚想。我照你的视频。我请你喝奶茶，叫陈阳请你吃饭。走，刚刚妹不是说想吃肉夜包吗？都上去。你就给家待一天就走了。天儿来去匆匆的也是。担心。哇，看起来很美味哦。